我们来练习几个恰恰的手臂动作，双脚打开，核心收住，双手劈平交叉，开始。先往平打开，每次手臂打开之后一定要定住啊，身体不要晃。好，要换动作咯，身体微转，手臂前后，我要换动作咯，一个上一个前，还是保证身体微转。换动作，斜前，眼睛跟着手走。跟上了吗？多加练习。